大家好，我们是 By Two， 我是姐姐 Miko， 我是妹妹 Yumi， 很高兴能够在 Talk 跟大家见面。早安男孩，睡得好吗？我等待你睡醒第一秒见到我，类似纯白。这是我们第四张专辑《九零闹闹》呢，主要是要大玩复古。就是公司跟我们说，哎，下张专辑来一个新专辑，来一个复古风。我们讲说，哇，跟我们说好新鲜哦。对，然后就是很想很大的很想要去大玩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一张专辑《九零闹闹》才会叫做《九零闹闹》。没错，然后主要是要给传达给大家所有那种精神。对，然后像说从我们专辑当中呢，在造型上面呢，其实我们非常明显的秀出很多不一样的复古风，像今天穿的其实有点比较那种 rocker 的复古风。没错，那希望说呢，大家能够像我们 By Two 一样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觉得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呢，我们尝试有那种梦幻风啊，对，然后现在复古嘛，还有就是比较那种俏皮风也有，对对。然后我心里当然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，一直要不断的想要去尝鲜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呢，我就是还蛮吸引我的，就是那个南洋海滩，对，南洋海滩风，就是可能在海边穿的那种什么长裙啊，系肩带那种大草帽，我们比较少穿。如果大家仔细的观察，像说之后我们专辑能够尝试到这个风格。第一个呢就是蜜粉刷，它的作用还蛮不错，就是它不像一般的那种，就是蜜粉可能看人家毛比较浓密嘛，对，而且除了毛浓密的，一般都会用那种粉扑，对，带比较方便，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这种刷子呢就是效果会比较好，对，它就是刷起来很自然，就是透透，不会觉得说感觉很浓。然后再来另外一个东西一定要推荐，就是遮瑕膏。对，这不是普通的遮瑕膏哦。对，这是膏状的遮瑕膏，已经快用完了，太好用了。对，真的，而且就是它这个真的非常遮。对，就是看我们现在黑眼圈什么都不见了呢，是因为就是有这魔力的遮瑕膏，真的帮助很多。它不会看起来很浓。对，这是我们主要的感觉，就是想要自然。对，想要推荐给所有的朋友们呢。想知道更多 By Two 的讯息呢，就不能错过12月号的 Talk 哦。